一战劝了我很多，我自己也想了很多，所以明天的手术，尽管医生跟我说没有100%治愈的把握，但我也能坦然面对了。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到，我最想做的事，你正在替我完成。国产飞机是几代民航人的夙愿，他们一心，甚至一生，只为做成这一件事情，所有的努力，都浇筑在那80吨重的大家伙身上。本来我以为可以第一时间把这张蓝图变成现实，可偏偏不给我这个机会。所以，我把它交给你。这不仅是替我，替陆航，更是替全中国几代民航完成起飞的夙愿，春夏，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。加油，明天好好飞。保证完成任务。